顺鹏啊，哎，这他大哥，我，你怎么这还不明白呢？大哥、二哥、三弟嘛。大哥，二弟，大哥，大哥，三弟，大哥，大哥。我咋看不像哥仨呢？马上就是了。这一拜中干呐一单，穿越了，到此。你回来，不是咋的？钱顺风疯了，跟我爹搁这结拜呢。这个不是啊，孩子饿了，回去喂奶去，快点。不是，哎，这谁呀？哎呀，那是我二姑娘。哎呀，你看你这家里人多好啊，妹妹，这么多儿女，你放心，从今以后，你的儿子，你的孩子，那就是我的孩子。没想到我这年龄段，哎，还得了那么个大胖儿子。天哪！难道你就是我从没见过面的爷爷吗？爷爷，爷爷，爷爷！等会儿吧你。什么爷爷爷爷，你当你是葫芦娃呢？不是，那什么，怎么你妈，你过来，你陪着叔叔聊会儿。我跟你说是怎么回事，我从银行碰上他。来来来，来坐呀。我明白了，明白了吧？哎呀，你赶紧去派出所报案。好，我也跟他去吧。这家我算待不下去了。你快去。哎，大妹子，你别走啊！不是，不是，那啥，叔，你这回事，我妈给你买菜去了。现在我们家冰箱里就剩蚕豆了，怕硌着你。太热情了。哎呀，大叔啊，啊，你看我老伴儿你也见着了是吧？对对对，是不是挺好的？挺好挺好。我们哥仨呢，这个事儿也都同意。现在商量商量，你这玩意儿卖给我呗？什么玩意儿？什么玩意儿？啊，这东西是我花5万块钱买的，货到付款。我当那要上银行去付钱的时候，这小伙子要出6万，不让我付钱，就把我领这儿来了。啊，我看看，还给我6万，我看看。6万啊！他妈扯！我给你6万5，行啊，行。哎，大秦子，你捣什么乱呢？这玩意儿你不明白吗？这玩意儿也不值钱呢。我出6万6，6万7，我6万8。什么玩意儿就6万8？买什么玩意儿？买啥？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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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爷爸啊！怎么了？你这既然二哥你这么不仗义啊，大哥，那这么的吧。咱今天拍卖吧，你当拍卖师。好，我出7万，7万一次，这一次就敲啊，哪有这样的？那不能是这，是干啥呀？大哥和三弟欺负老二啊？那你怎么的你？这我这先开始拍，我7万1一次，7万1两次，7万2，成交。什么成交？成什么交？不行，重新来，我10万，成交。哎。你成什么交啊？我还没喊呢，大叔。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！我这人不贪财，你还不10万就行。行了，10万我就卖你了。等等，一会儿会给你取钱去。哎，告诉你啊，大秦子，这可不是我们家逼你买的啊！你吃亏上当，你活该！你掏钱。你好，刘俊宏，你给人掏钱。吃饭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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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啊！哎呀，情况你都了解了吧？路上他们都跟我说了。太好了，大叔呢？这儿呢，这咋警察还来了？就他，你快点吧，你大叔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您您坐，哎，大叔啊，哎，我听说你有个宝贝古董啊，啊，是，在哪儿呢？这儿呢，啊，不是我卖他的啊，这是我，你歇会儿吧，你就这，有毛病吗？大叔啊，啊，你上当了，你看看。多亏这一家人呢把您留住了，您这钱要是给打过去那可就回不来了，你这钱就打水漂了。你看看你就是不信呢，谁拦着你都不行。就您这个啊，假的。假的呀？不能啊，一年多了我们联系的 啊，他给我发货我给他汇钱，最后他用那个高价又回收去了吗？啊，高价还回收了？这能是假的吗？这大叔啊，你怎么这么糊涂啊？人家不让你尝试点甜头，你能上当受骗吗？这叫放长线钓大鱼啊。对呀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们已经立案侦查了。实话告诉您吧，就您这东西啊，
你有点心理准备啊。哎哎，也就值10块钱。嗨，我就说嘛，你不信你还10块钱。10块钱，10块钱你要5万？这些骗子！哎，大叔，大叔，我跟你说，大叔，你千万别摔了它，这玩意儿你收藏着吧，警钟长鸣，回头再遇上这种事，你拿出来看看，你就不会上当受骗了。小伙子，哎，我这人是愿意贪点小便宜啊，这毛病我一定得改。你看，哎，老公，太对不起你了，你看这场戏演的，把你还演走了。没事，你就是再把我演走几回，能把他救回来，这戏演的就值。哎呀，你看我，大哥呀，啊，你看着我老公没？这身体呀，健健康康，硬硬朗朗，拿头小毛驴儿，我也不跟你换呢。这家都是好人呐。是，我老伴儿多爱我。嗯，是。老惦记拿我换驴。哥哥呀，啊，我说你两句吧。现在真有那么一伙人，就把眼睛盯在咱们老年人兜里那点钱上。嗯。咱们这些老年伙伴，有的还真就是爱占点小便宜。还有的那孤单寂寞，想找个老伴儿。最可气的有的人，他是又想找老伴儿，又想占便宜。你说我呢？啊？咱们一生啊，咱俩钱不容易。是，看住了，缘分到了，再娶个老伴儿，过个幸福的晚年，比啥不好？听你的，大叔啊！哎，今天你可千万不能怪我啊！我是不是有意骗你的？嗯，我是我们家正义的化身，我碰上这种事儿我必须管。嗯，好孩子。行了，今天警官也来了，大叔也来了，都别走啊。怎么着？妈，你炒几个菜，让我大哥陪他们喝两盅。哎，你叫大哥呢？二米粒啊，他可管我叫一下午了啊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下午了是吧？哎，得劲儿不？老得劲儿了。过瘾不？老过瘾了。走，回屋。妈呀！真过瘾的。他到底是谁呀？没听他叫吗？妈，我是他妈。哎呀！谁？哎呀！哎哎，过了，哎呀，过了。